現時的控煙條例只是禁止民眾在某些指定區域
反方方便，请反方派出一位议员进行公布。
有用，點解九點五個百分點之前就有用，過咗陣就突然之間冇用，要用你個方案咧？唔係喎，而家問題就係啲方案冇用，係英文數冇下降啦。一個解釋唔到啊！你而家見到下降咗十幾個百分點，你都解釋唔到點解冇效啦。所以啊，要少啲人食煙，而家一直都做到。問有冇第一個標準問題？既然健康問題，好似你講到咁嚴重，點解零九前世男只係講零九後？咁因為佢哋就想有一個長遠嘅目標，就係、是、希望幾十年後之後完全冇人吸煙咯。咁想問有冇啊？呢一班人佢哋係煙癮最重，佢哋食煙最多，先就係好似你哋講到影響得自己身體最多，影響得他人最多，咁係咪同意？咁如果而家一吸多一刀切禁曬，會有好嚴重嘅反效果嘅喎。有啲乜嘢反效果？咁例如市面啲煙啊，點樣處理啊？咁點解零九後嘅人唔會好似出現你呢啲咁嘅反效果？因為零九呢個措施就係令到政府令到，你講到呢一啲零九前嘅人，佢哋會有咁多反效果，但你又解釋唔到點解零九後嘅人行咗個禁令之後，唔會出現同樣嘅反效果，即係有冇反效果？慢慢逐步禁止。係啊，咁所以啊，有冇同你講第二個標準問題啊？第二個標準問題啦，有冇覺得吸煙會有咁多癮害，同樣會上癮，同樣會黐皮，引致糖尿病，年輕人又咁中意食，要唔要禁？咁我想問下糖呢嘢會影響到其他人？唔會影響到糖，但唔到人啦。咁酒會引致肝癌，會破壞中樞神經，傷害覺唔覺得？咁有傷害，不過佢有冇似二手煙咁影響其他人啊？酒會有酒後駕駛、酒後打人，咁要唔要禁酒？咁過量先會禁酒啫嘛，酒先會有呢個位。而家正方第一部分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上鏡頭。主席、聽眾在座各位大家好，啱啱聽到有方主辯的發言，不難發現有方有以下錯誤。第一，剛才有方同學用酒來掩飾自己的好處，說為何不禁止2009年之後出世的人馬就買酒。有方同學，酒和煙草產品的性質根本就無可比性。我想問有方同學，飲酒雖然對人有害，但是酒會不會影響其他人？而二手煙和三手煙影響對人對其他人影響很大，那他們無辜的。第二，剛才有方同學說到人仍有買煙的自由。有方同學，我明白人是需要自由，但是有方有沒有想過被迫吸二手煙的人呢？我方已經講過二手煙的傷害很嚴重，他們呼吸新鮮空氣的自由被剝削，如果要為了部分人的自由而犧牲其他人的自由，這樣完全不符合道德。但有方同學都知道吸煙是有害，但是又講不出有什麼方法可以達至無煙成主。我方主辯剛才已經講過很多次吸煙危害健康，這句話相信在座各位由小到大都聽過。吸煙是世界的頭號殺手之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2019年發表的報告，每年有高達700多萬人直接死於吸煙，癌症和心臟病每年分別有1000萬和700萬人死亡。試想下，你或者身邊的人吸完二手煙之後有這些疾病甚至死亡，根本想像不到後果有多嚴重。美國國家成癮物質濫用中心報告指出，青少年吸煙之後吸毒的機會率比正常人高13倍，因為吸煙會損害人的神經中樞，令煙民很想挑戰吸毒。因為試了吸毒之後毒癮大增，所以吸煙基本上和吸毒一樣。雖然說香港有必要禁煙，但是都不可以一刀切禁止所有人吸煙，因為根本不可行。試想下，突然間完全不讓有煙癮的人吸煙，一定會有很多反效果。例如怎樣處理市面上的煙啊，會不會引起煙民極大的反對等等。我們要看得長遠一點，如果辯題的措施實行，不要聽這些講句，當所有09年之後出世的人都離開人世，香港不會再有人吸煙了，達至無煙城市的目標。而且這樣慢慢禁煙，以上講的反效果根本不會出現。由於絕大部分09年之後出世的人由小到大都不會接觸到煙，所以不會反對禁煙，而且大家都有足夠的時間準備迎接無煙時代。由此可見，吸煙造成的負面影響極之大，而且有方同學完全沒有直接回應過我方的數據，不知道是不是不敢了，所以辯題應該成立。最後想問下有方同學，是不是寧願選擇無視煙草產品的缺點和辯題當中措施的優點，都要盲目反對辯題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辯嗰一方之後是發言時間為2分49秒，沒有過時無需扣分。而家請反方第一副辯發言，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請有請問嘅主持。在座各位大家。
有方法是因為煙會影響他人，但高片問話如果問題那麼嚴重，也不是全面禁止那麼能有效。有方法要重聚戰爭，但另一方面話影響你很緊要，而大部分人又繼續可以影響他人，就是年紀大煙人最大的那群人。你口中很關心的非煙民同樣會被這群人的二手三手煙繼續影響，也你又覺得沒問題呢？標準又在哪裡呢？此其一。其次，高便都問過你了，酒精都影響他人，飲醉酒都會打人，醉駕是不是又要禁買呢？然後就很高興有方知道不禁，有方解釋就是說煙傷害大一點，但酒一行的傷害同樣都大，要傷害到大到點才禁啊？所以有方只是以影響他人為包裝，實去家長式管治，以政府起步選擇性禁不同的東西。之後有方就說毒品都禁戒，煙不用啊，但是毒品是藥物嚟嘛，要醫生處方的，同煙的類比性又在哪裡？請有方解釋。向第二啦，有方實施的方法又有什麼問題呢？有方的方案就借禁買不禁食，但首先你口中危害健康的並不是煙草產品買賣，而是吸煙本身。雖然有方口講要健康，但是禁買不禁食不明白改善在哪。其次，主編都講過，八成的年輕煙民吃緊電子煙，上年已經有多少成一萬個人吃。換言之，你的方案其實零針對性，點解仲要推行呢？就算我方退一步，台港剩低會吃傳統煙嘅，但方案本身就大量漏洞，吸食者可以叫人幫手買，問人借煙食，自己做亦都得，灰色地帶顯露無遺，又點樣幫到佢哋呢？煩請有方以副解釋。最後一條問題，達到無煙香港又用什麼手段呢？無煙香港的預警是好，我方從來都不鼓勵吃煙的，雖然現行措施一直做緊，而且做得很有效的。相反，你的禁止買賣並不等於有效，因為背後有不同的因素，例如執法、文化、習慣影響著。前居可教，主編說過新西蘭私煙市場活躍，當地衛生部副部長談起政策間接推動黑市買賣，有方零回應。新西蘭行動黨發言人都形容政策最主要製造無家官而且放大黑市，即是攞石頭等自己對腳。馬來西亞本身都想仿效新西蘭，但當地國會同樣擔心私煙問題，近日起了當地對煙民權利的關注，痛定思痛將議案撤回。馬拉政府上世懂得回頭思安，但為何香港還要偏向釜山行呢？我方立場其實很清晰的，不是說有黑市就不做，而是這些因素難以解決。到最後政策零成效，要推啲市民去一個更高風險的市場，有人問更壞的選擇呢？多謝各位。因為正方第二副嘅發言時間有三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我先嘅示意。主席明媒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同我不斷重複嘅辯題無關無衝突嘅事物，有方同今日不斷用酒嚟呢啲事物嚟做同辯題做類比，我方第一我唔需要為呢啲類比指明立場，第二都唔明白有方點解要執著喺度，因為酒同煙嘅性質唔同，你飲酒你自己飲酒，除咗酒後駕駛嗰啲嘢。就不會影響到其他人的健康啊嗰啲。如果你是飲酒的話，咁如果你酒後駕駛，而家已經禁咗啦，所以我方完全講不明白有方講緊啲咩，因為政府已經禁咗酒後駕駛，去阻止飲酒的人會影響到他人的健康或者嘅生命安全。只不過當你食煙嗰陣，你無可奈何都係會將一啲有毒有害嘅物質排出空氣，咁就算邊個吸到，佢唔可以自主控制佢。有害物質噶嘛，所以有方同我今日類比是完全錯誤的。再者，今日有方係咁用零八零七啊嗰啲完全同我方辯題無關嘅，因為我哋嘅辯題零九年，如果我講嗰方我唔需要為呢啲類比去指明我方嘅立場，所以我諗今日其實喺度混淆視聽。第二有方講到成效，原來咧成效其實根本唔好嘅，而家啲吸煙人數一年都係跌大概3%。我真係唔知啲措施對煙食者有咩幫助啦，原因係咩咧？因為當你繼續禁嗰陣，係有批新嘅煙民繼續出嚟吸煙，咁你唔終止嗰班新嘅煙民出嚟吸煙出現嗰陣，咁始終都會有批煙民繼續出嚟，所以去到最後都唔可以達成香港無煙食者嘅目標。如果要達成呢個目標，我哋就可以由零九年開始。第一，我方主管講過，零九年就係為咗延緩一些政府原本覺得可以盡快方便立法，而且
到仍然犀利嗰啲咧，佢哋就啱啱好十八歲，而到由而家去到最後2009年嗰啲人，其實都係十八歲以來都係按照現行法例都係唔可以去成煙，所以去到最後2009年嘅人就係永遠唔可以成煙啊！所以有方我剛剛都聽唔明有方喺度講緊啲乜嘢。最後我想講下。有方講到啲2009年嘅人都會吸食電子煙啊，咁樣嘅另類煙草。但係我主面已經講過好多次，我哋嘅吸煙嘅標準除咗傳統香煙，亦都包括電子煙啊、手工煙啊、加熱煙咁樣。所以基本上其實一次過禁曬所有呢啲化學煙草產品。再者，而家嘅例子其實已經係講緊會禁咗電子煙啊、加熱煙啊等等嘅煙草產品。所以有方今日講嘅嘢，其實差唔多就講完。正方煙草商嘅發展更加耐長。38秒，冇過四秒吹扣分。而家有請反方第二副辯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問介紹嘅事。各位大家好，三點想分享：一、禁買標準。主一問我哋禁買標準係啲乜嘢？第一隻係禁買唔禁食，第一隻係禁09號唔禁09前。有可能矛盾，話09前嘅會出現反效果，但又解釋唔到點解09號唔會。雖然有方仔喺度講我哋錯誤類比，但錯誤類比已經係舊方。有方你講讀緊嘅例子，但係讀緊佢本身係藥物嚟㗎嘛，受到藥物管制，佢醫生處方，唔係話放寬就放寬。想問有方煙又係咪一樣咧？需要解釋啦。其次，有方話酒煙會影響其他人，但我方講嘅酒唔會，但錯酒咧係會有酒後打駕駛有酒後打人，就算禁咗都照樣會出現啲咁嘅情況。但政府唔會因為有啲咁樣嘅情況出現而去禁買酒、去禁飲酒㗎嘛，因為咁樣係倒果為因。所以同樣嘅邏輯放喺煙上面，針對20-30年。而家政府要做嘅唔係擴大非吸煙區，唔係劃定吸煙間，唔係增加空氣淨化功能，而係要去禁09後嘅人去買煙咧，剝奪佢哋吸煙嘅權利咧。因此啦，煙草喺本質上只係娛樂用嘅產品，吸煙係每一個煙民嘅權利，喺標準上有方講通。第二，我哋睇成效，有方無非都係想少啲人食煙啫，但係方便講咗原有嘅措施令煙民比例大降，有成績噶。但所以啦，點解答案你點解突然之間冇效？你又答唔出喎，需要少啲人食煙，原來一直都做到，而你強硬嘅手段就必然會引起反彈。新西蘭禁令一出，私煙即刻多咗4倍，有方冇回應過噶。但我見到啦，而家有方話咧電子煙唔包括係，有方話電子煙都禁埋一齊。但我方見到電子煙根本就唔係煙草產品，所以根本就禁唔到。更何況啦，電子煙連初香港禁咗，但我方見到成效就係電一部都講過，地下嘅電子煙依然都好活躍，所以難怪另類煙關注組召集人盧啟麟都直言，禁完之後測試情況更加活躍，有市有價，禁止買賣根本就冇用。甚至你講傳統煙啊，香港私煙本身已經夠嚴重，連續4年高居亞洲頭四。所以喺香港，本身食傳統煙嘅一班市民，佢只得翻兩個選擇：一就係轉食私煙，二就係轉食黑市嘅電子煙。你嘅理想無煙世界根本就做唔到。所以馬來西亞有撤回方案，美國麻薩諸塞州遭到市民入紙法院申請撤回。總結就係失敗嘅例子，有方一個都回應唔到，而成功嘅例子就一個都舉唔出。於是胡有方第二個論點就話食煙會增加呢嘅醫療成本，但原來咧1920年嘅醫療成本係56億，70億嘅煙草税完全就夠用啦。反而長期食私煙，1蚊税都收唔到，醫療成本係咪更加高咧？所以結論就係有方成效不彰。第三位睇權利，有方標準成效模糊，換嚟嘅就係加強式嘅管治問題，冇標準地禁煙。先例一開，他日政府覺得打機有害，下令禁止打機，呢個正正就係中國政府而家做緊嘅。所以我方反對嘅並唔單止係有方政策嘅不合理，更加反對嘅有方立論背後嘅管治思想。當局政府喺面對以個人喜好去禁止唔同嘅生活方式，有方咪要做呢一刻先明白自由嘅可貴啦。多謝位。當某一方發言時間用盡，本人會宣布另一方正面時間。該方可憑自由發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都必須本環節發言。如果環節結束時在場人士發現有辯員從未發言，我即時指出。屬實叫一方辯員相信一方將會令每位辯員扣除5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如果冇問題，有自由辯論時間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首先發言。準備好聽你陳詞。首先想問下有方同學，知唔知道09年有幾多人吸煙咧？但係有方有85%嘅電子煙同70%電子煙，你都再禁。
有乜可以講好多種咧？係會同時夾埋電子煙嘅有乜唔同？大哥，你知唔知電子煙根本就唔係煙草產品啊？你個方案係禁煙草產品啊？有乜同電子煙點解唔係煙草產品咧？電子煙法例講明佢唔係煙草產品，所以同你個方案冇關係。咁有哥，你知唔知一個旗下嘅電子煙集團每月有幾多人？你講同我呢啲係執法嘅問題，只要政府撥多啲資源落去呢啲海關等等機構，呢啲問題好易解決嘅啫。係啦，有冇你話要打擊啊？但我見到打擊一直都做緊，但煙民嘅數量咧，但呢個私煙嘅數量一直高冇降到喎。所以想問多有方一次啦，點解咧？我話翻俾你知啦，呢個地下電子煙嘅集團佢有過萬人，點解禁咗地下電子煙，照樣有過萬人喺呢個集團度咧？有冇同呢個講得好多次都係執法嘅問題？咁如果海關加強？加強佢嘅執法能力，咁佢呢件事就唔會發生。咁我而家再問多一次有方，我問一次有方，如而家2009年嘅人咧，係有一班嘅人喺度吸緊煙嘅，咁而家咁如果我哋禁咗2009年嘅吸煙之後，咁我哋係咪會突然間變咗10%啊？有方唔係，有方冇講過啊，所以有方答唔到電子煙嘅問題啦。結論咧就係你禁售咗之後，佢哋照樣都買到啊嘛，所以同你個方案一樣啦，禁止買賣根本就零作用。咁想問有方啦，唔講私煙啦，講啲執行嘅問題，你一直話要去打擊，但我方見到打擊唔到嘛，想問你有冇更加好嘅打擊方法？如果冇嘅話，咁你叫人點樣相信你唔會有私煙嘅情況？有可能你唔好行開住先，因為如果我講得一巴仙，我急佢會變突然間變咗10%，一陣間你撳咗啲人全世界攞出嚟食煙啊！我想問有方，你方案可唔可以喺希林九，可唔可以繼續賣人借煙食先？不過我哋呢個係長遠嘅方案喎，到幾十年後之後，冇人會再吸煙。仲有方同學，一陣又話煙民要自由，一陣又話呢個嘅措施唔夠好，咁你哋嘅立場係點㗎？有方就係禁零九後，點解幾十年後之後會冇人再吸煙啊？更甚者，我方講咁多法律漏洞，你一個都回應唔到喎，可唔可以問人借煙食，可唔可以繼續幫手賣煙啊？得唔得？2009出生嘅，佢本來都已經係冇吸煙，國家所現行嘅教育措施相互齊下，所以佢哋基本上係唔會有賣私煙嘅情況。想問有方點解釋？佢哋唔會有賣私煙嘅情況，點解唔代表佢之後會俾人冇吸啊？所以有方答唔到你想人唔食，但問題就係法律漏洞，見到實實在在令到佢哋接觸到又食到喎，你想改變嘢乜都做唔到。你話要打擊啦，想問你而家海關係咪打擊緊？有冇成效？有方同學，咁我香港唔止係現行呢個措施有噶嘛，咁我仲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咁只不過呢個係有用咁大，咁你又解釋唔到喎。係有方，直講香港而家仲乜措施？我話如果你個措施要由23%降到9.5%，即係現有嘅措施都有效啦。我方實在唔明白點解用你個措施喎，所以問翻你轉頭啦，你話要打擊，點解而家香港私煙市場照樣有三成，照樣連續為將價差14.4%？好啊，第一有方話好飄飛，一時又話個成效，一時又話而家個成效好好，一時又話我個方案成效唔好。咁啲最弊咩？但係我方已經講咗好多次，我哋嘅成日可以達到20%，但係有冇喺翻度攞其他嘢，打私煙啊嗰啲嚟做反嚟做辯駁？但係有冇你留意先？咁你所講你嗰個方案，而家現行嘅措施，我有成效咩？嗱，咁有冇你自己話先嚴重咗？咁而家有冇成效先？有冇同你補充先？我問你而家講嗰現行嘅方案有冇效？有啊，我方見到人價3%降到9.5%，點解冇效？12%啊，有方。但係有方，你都識講啦，啲人係會俾其他人淘汰噶嘛，即係去到最後都會有一批人繼續食煙，咁最後都唔會變零啦，有方同學。點解唔會變零？我方叫批人就係每年都會降1-2%，我點解到最後佢唔會一直降落去？有方想解釋啦，所以問你有冇俾而家更加理想嘅打擊方法？你講唔出啦，所以話真冇方法啦，就係得把口去打擊，我唔知有方要點樣打擊到，所以結論就係、是。煙同法律漏洞乜都解決唔到，有方嘅方案係冇效嘅。最後問你啦，既然煙只係一個娛樂產品，點解要剝奪佢嘅權利先？喂，咁點解你要剝奪啲被佢吸二手煙、三手煙、四手煙嘅人吸煙先？我可能同你講咗，你可以擴大非吸煙區劃定吸煙界咯。我可能有方案可以平衡雙方嘅利益，反而你嗰個咧得啦。哇！而家你個措施一年淨係減1%，咁樣搞法唔知要幾時先可以清零喎？英文狀況，但係呢個措施幾十年後就可以有幾百個人吸煙啦，咁你又解釋唔到點解唔得喎？幾十年後又幫你點樣論證你個問題可以更快禁止到更多人唔可以吸到2-3手煙啊？反而我嗰個又擴大非吸煙區，又擴大呢個吸煙界，我方見到雙方利益都平衡到，你嗰個得唔得？咩方同學，你設立咁多個吸煙區，咁最後係咪會變零啊？個吸煙民嘅數量會變零啊？佢問有冇你咁擔心啲人咧食煙會影響到人，咁飲酒會影響到人去酒駕，去酒後打人，你係咪要禁佢哋買酒啊？有冇我未禁咗酒後駕駛咯？但係如果你禁煙，你唔會因為禁煙而你唔可以話你
有乜同學冇理解到，如果你禁酒，你禁酒後駕駛、禁酒後打人嗰啲，的確係禁咗啊！但係有乜同學淨係喺咁喺度話，又係吸煙，點解唔好？點解要禁啊？但係有乜同學，咁你係咪可以禁酒咗吸煙之後唔呼出啲有害物質出嚟？唔係啊嘛，你一定要整體咁禁曬成嚿嘢啊嘛，所以有乜同學根本有乜同學？有幫你唔錯，有幫我喺度話鬧事，你完全冇理解個吸煙同酒本質嘅分別，因為之後辯論嘅環節結束，請問在座各位有冇發言台上邊嘅未曾發言？未曾發言。如果冇嘅話咧，而家嘅就到結辯準備環節，雙方結辯都有一分鐘嘅時間準備，而家開始。時間結束，先由下方主辯總結，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下一位成事。準備好請下一位成事。父母心，醫者父母心，父母想我哋好，我哋都明白。但掌管公權力嘅政府當自己係父母官，又係咪好事呢？在座各位大家好，社會契約論相信人生而平等，組成政府係要借公權力保障個體有相同嘅權利。所以公民先會契約同意成立政府，但如果政府高舉咗為市民好嘅旗幟，話禁就禁，就由保障人嘅自由變成禁制個人自由，咁唔通就唔係同原本契約嘅原意背道而馳咩？可惜有方依然喺度盲目跟從政府嘅方案，以為無煙世代係靈丹妙藥，建基於兩個盲點：第一係成效，有方最基本都起碼要論證到成效，一旦我方問佢有方唔同走私，法律漏洞可以點樣解決？全場都冇仔細交代個細節，充其量只起碼話接觸煙就嘅難度大咗，明顯有方只不過係抄口咁新西蘭嘅做法，成效方面通通加咗白卷，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所以有方而家更加忽略咗過往政策應有效減少緊煙民，而到底有咩必要要將煙民推至更危險嘅地下市場咧？有方都唔敢回應。法家始祖韓非子曾為以法治國奠定三大原則，其中立法要統一且固定，然而面對世界上形形色色嘅會危害健康嘅事物，有方淨係針對煙草、酒、糖、鹽、垃圾食品全部視而不見，可見有方淨係破壞法律統一性嘅始作俑者，令法律之間嘅標準模糊不清。即使有方指出煙會影響其他人嘅健康，但我方前場已經解釋過各種限制二三手煙嘅政策，有方都反對唔到我方可以平衡各持份者嘅利益，而佢哋都唔知道我方。他們都不清楚自己那個方案是可以怎樣做解決到問題，所以今天我們問的問題很簡單，假如一個人行為影響不到其他人的自由，那可以怎樣？那政府還有什麼權利去過問呢？哲學家穆爾曾提過，一個人將要過一條危險的吊橋，而另一個知情的人他知道他解釋過吊橋的危險之後，那個人仍然執意要過橋，那其他人就沒有權利去阻止這個人。由此可見，政府是有告知的責任，他從來都沒有禁止知情的市民走入深淵的權力。成人身份證除了是長職存活了18年，更加代表市民是有能力去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吸煙的本質同樣是一種自由，彰顯人的興趣愛好，因此法律修改了牽涉自由的時候就要更加謹慎，不可以因為成見而扼殺了自由。我方明白歷史文化同樣左右了公共衛生政策，正如政府由上世紀開始已經在醜化吸煙，同樣損害健康的紅酒在現在卻大幅減稅，高官繼續在五花八門的派對上面高舉酒杯，背後反映香港逐漸走向家長式的管治。
政府美其名係為你好，但好嘅界線依然掌握喺政府嘅手中。當權者以健康之名奪去市民嘅選擇權，他日自然可以用其他冠冕堂皇嘅道理去限制市民嘅自由。以理性為名嘅專制，從來都唔等於合理。2500公里外嘅新加坡，佢禁咗香口膠，禁咗學校出售可樂，禁止凌晨賣酒，甚至有官方組織去幫畢業生去上體，以解決佢哋生育率低嘅問題。當地人民動輒得救，故此我方擔心絕非無稽之談。禁煙最後只不過係犧牲少數嚟達到多數人嘅暴政，更加係矯枉過正，越早代包，漠視市民嘅自主權，淪為施政嘅一枚棋子。最可怕的不是煙民不肯戒煙，而是當權者無限充權，市民所有生活領域皆可以受到無乜人的約束。下一個受害者可能就是你和我。從政者若屢勸不聽，不斷以父母自居，最終只會被思想獨立的子女良氣。多謝各位。
影響他人啦，影響醫療系統啦等等。咁呢個係吸煙的壞處啦。咁但係咁同辯題點解禁止09年後有咩關係呢？咁其實反方不斷質疑你嘅，咁但係唔係好聽，即係前場其實唔係好充分聽到點解，尤其是09後唔可以，但係09前就可以。就算你話過咗幾廿年之後啦，咁即係首先當年啦，講翻我問題啦，邊個靚到？咁但係究竟譬如到過10年廿年，咁而家本身食緊煙嗰班人都繼續食緊啦，咁係咪真係會逐步邁向咧咁樣？咁成個論證係唔充分嘅。咁但係呢個位置反而你更加要睇多啲嘢，因為你講煙害，你每個位置都有講嘅，即係咩二手煙啊，有孕婦啊，有各種啊，咁係嘅，大家都知嘅。咁然後你再論證多啲嘅話，係會論證到煙草產品壞處，但論證唔到09年後咯。咁我嘅小建議就係點，即係點解可能尤其是有09年後咧咁樣？咁09年前嘅人啦，咁可能佢哋而家已經開始接觸緊煙草產品。咁本身煙草產品係有成癮嘅問題㗎嘛。咁如果佢而家已經接觸緊嘅話，咁佢哋可能比較難一時三刻佢即刻戒。但09年前佢哋喺度食就係應該理論上啦，就係冇接觸過煙草產品嘅。咁而家唔俾佢哋第一步開始接觸，咁對於佢哋嚟講，咪就係佢哋更加能夠防止佢哋進入煙草產品世界。咁所以你哋要強調嘅就係呢一點咯，即係可能我建議就係可能可以強調呢一點啦，就係強調佢哋未接觸過煙呢樣嘢。咁呢個反而我覺得可能係你哋嘅論證重點，可能會俾到更加大嘅壓力佢收。咁同時咧，反方即係你要做嘅質疑都做咗嘅，即係質疑點解零九前啦，跟住之後即係煙草產品嘅定義。咁當然你兩邊各自講，一邊就講包曬電子，一邊講唔包啦。咁但係到後場即係譬如到二副，你都有提到其實而家都有電子煙，都有地下市場啊等等。咁其實即係就算係唔係都冇乜所謂嘅其實。咁但係純粹兩邊嘅定義方面。即如果你哋真係想考試個定義煙草產品包唔包電子煙咧，咁你哋揾翻個實淨啲嘅定義翻咧，係啦。咁唔係嘅話就兩邊各自講。咁呢個係第一個處事方面啦。咁、那個後場咧，咁大家有兩個位嘅。咁第一個位就當然係攞各種嘅類比出嚟啦。正方就講咗啲毒品啊，咁個毒品都唔應該禁。咁反方又講酒啊、糖啊等等。咁呢啲類比就各説各有理咁，睇邊個講得好啲嘅啫。正方嘅講法就係、只要影響到他人就唔得，咁但係當對手同你講話，酒都會影響到他人，我都會食嘅。咁其實你哋係比較後嘅時間先開始講話，唔係我有機會會禁喎，即係而家係禁酒後駕駛到咁樣。咁但係面對住反台講，咁唔係喎，禁咗都有人酒後駕駛駕咁樣，咁咪即係你禁，咁你係咪應該要禁曬酒佢啊？咁其實呢一點到後面你哋又冇一點再去回應啦咁樣，咁最根本的問題原因就是到最後一個立場的問題嚟嘅，不過唔緊要呢個聽到。咁至於正方質疑反方講酒毒呢個問題啦，咁反方有預備嘅，就係講話因為佢係遠藥物嚟嘅咁樣。咁而講完呢一點啦，咁跟住正方都冇乜點質疑嘅，即係當呢啲類比出現嘅時候咧，其實反方係指正方啦，咁但係正方同樣亦都係嘗試質疑下反方。即係毒品，咁有啲係藥物，咁但係佢造成嗰啲問題，譬如前面所講嘅嗰啲精神啊，譬如影響呢樣嗰樣啊咁樣，咁呢啲攞出嚟咁講出嚟個禍害係好大嘅咁樣，咁呢禍害大嘅點解唔應該禁咧咁樣？咁可能即係類似嘅回應都應該要做下，即係嘗試下攻擊下對手嘅類比，而唔係話即係可能唔關論證嗰件事，因為其實呢啲類比係顯示咗喺背後嘅立場嘅，好唔好？咁到最後一點啦，就係、是呢、这個立場問題，反方不斷講嘅，一開頭係咁講啊，即係譬如紐西蘭有黑市啊，紐西蘭有黑市啊嗰啲啦，咁呢啲數據例子用得多，用得即係要論證到你嘅論點嘅，咁同時間你電子煙嗰啲都論證到你嘅論點嘅，咁但係正方你聽下嘅時候，會即係開始諗一問題就係、是，反方不斷講我可行上會有啲問題，咁對於正方而言，其實係真係咁難去回應咧？其實都唔係，即係譬如你自由辯論都有講緊。法啊嗰啲咁，即係加強監管啊、咁規管啊嗰啲。咁講一句半句可能唔算好強嘅，咁但係即係你可能係包裝得好輕少少咯。如果一件事一個呢件事有害，一件事係錯，一件事係應該禁止嘅話，咁我哋要做嘅應該係盡方法去堵塞漏洞，而唔係縱容啲漏洞，容許佢哋嘅存在。
咁類似呢啲講法，可能闊聽少少嘅話，會比較容易令你去加啲壓力俾對手，而唔係俾對手係咁攤，因為對面由主邊開始攤到啦，父母又可以代購俾你朋友，又可以送俾自己種都得嘅，即係各種嘅方法，各種嘅漏洞。咁但係即係呢個咧可能問題，我諗正方雖然未必論證到點樣實際上可能去解決到啦，咁但係起碼嘗試去論證闊聽少少。咁甚至再進一步嘅就係、是。其實所有的法例都有機會有漏洞的，如果不是這樣偷也有人偷啦，所有法例都會有人犯法的，那是不是但凡一條法例有人犯就等於不應該立，或者有些事就不應該禁呢？即類似這些反問問多些給對手，不是的話其實對手的立場到後面開始其實沒有他前場那麼好聽的，但是當你們沒有他質疑的時候，我就信服教你，那我就會即照跟萬方萬方，那就是就不會有他啦，即係呢啲位置，我諗可以用多少少，係啦。咁就住呢三個方面啦，入主線啦，跟住之後你同佢類比啦，同埋你哋後場嘅一啲攻擊位啦。咁少少意見，咁大家去參考。政府的公權力的邊界的時候，其實事實上政方都會講出你的適合嗰啲嘢，
嘢咧，其實喺一開始我得到佢哋咧係近疾誒近煙多過糖近煙嘅，咁我有我自己少少嘅誒講法誒諗法啦。因為我覺得即其實你哋要揾到一樣嘢，同時係會影響到他人啦，又會強愛好性啦，然後會上癮啦，然後對自己都有好大傷害，而又冇被禁嘅嘢咧，其實係好難揾嘅。咁所以我覺得你哋誒係啦，即係你諗下對於去處理正方嘅一啲類比嘅時候，有冇啲乜嘢講法可能係喺度處理到？其實有冇諗過？因為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法方好天然嘅難點嚟嘅，咁所以誒係啦，大部分就唔同啦。咁去到後場咧我覺得反方去到後場因為冇處理到我啱啱所講正方好似係呢個人吸煙嘅禍害啦，咁而你哋可能本身預計可能好快處理到，咁所以變咗後面可能好快開始講呢種嘢嘅時候，我覺得有少少跳嘅，咁所以我可能喺你哋嘅策略上可以再考慮下個着墨一開始，因為其實你到一副後面啲二副慢慢越嚟多，就成個結果都係嘅呢一個鋪陳，我覺得喺未處理到正方講嘅呢一啲正方冇管理問題，或者對於人禍害嘅時候就講咁多咧，係你係冇聽得入耳嘅咁樣。咁overall 成場比賽咁啊，咁我哋呢個位置或者教位咁可以講一陣再講啦。Thank you。今場我想考驗場咧，為反方同學咧
今日咧講自由同埋公共利益啦。咁正如啱啱所講啦，我認為今日政方最優勢、最有優勢嘅戰場係將煙害嘅圍柱高大，然之後去攞嚟防自由硬行嘅。咁所以我講下我自己對呢個立場底下，即係呢個戰場底下嘅啲睇法啦。咁啱啱反方咧開出咗一套社會契約論，咁佢證明咧自由係應該凌駕於公共利益，或者自由係一個好重要嘅權利。咁但係其實社會契約論都唔係一套啦，之後自然就三套啦。咁所以自由係唔係真係咁具凌駕性，令到你唔可以立法禁止零九後出生嘅人士購買煙草產品咧？我覺得唔係嘅。例如發布色情康林係一個行使緊你嘅自由，但係對公眾利益有害嘅，而呢樣嘢咧喺香港咧係禁止嘅。咁所以咧唔係好似佢咁樣講話自由好重要就可以免除曬你所有對於煙害嘅懷疑。我覺得你哋反而，我覺得呢場比賽你哋正方你應該係講多啲，如果唔禁煙草產品，咁對公共利益造成嘅弊處有幾大，先至能夠咧充分發揮正方喺呢條辯題底下嘅優勢。但係如果你哋講唔出嘅話咧，就會因為對方善用自己嘅站方嘅優勢啦，而獲得咗一啲優勢，然後令到你哋冇辦法去平衡合作。咁呢個就俾正方嘅一啲意見啦。咁對反方嚟講咧，我認為今日正如啱所講啦，我覺得辯論部署係做得非常之好啦，即係充分利用咗自己嘅優勢去獲取分數同埋進行攻擊。而至於主線上面咧，我哋認為前面兩位都講咗好多啦，咁可能就個別點位，我哋一間再討論啦。咁但係我認為都我冇特別額外嘅嘢喺主線上面需要補充。反方，送低呢份書。